Please, please, please. Oh my God, yes, yes! Gotta catch 'em all! What's up, 大家？我是刘佩 Pierre， 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没有，其实我们在四号公园刚刚抓到这个 Machop， 所以现在糖果118，换掉它的话呢，就120，就剩下一个 Machop。Oh my gosh， 好快耶，超级快！你看 ，Sightings 还有 Machop， 这里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好，然后看看我这个 Buddy Vulpix， 他现在拿了37个，所以剩下13个糖果。孵蛋的部分现在走了1.4公里。所以还剩下很多，其实我刚刚已经滑了超过半个小时才走1.4公里，所以今天会好久好久好久。那另外一个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抓到这些鬼的 Pokemon， 那我看一下我鬼这边的 Metal， 我有119个，所以还要抓81个 Ghost Type 才可以得到金牌，所以还是要继续抓继续抓。如果你们跟我一样这么期待可以孵出10公里的蛋，然后进化超级多 Pokemon 的话呢，那就记得按赞，记得订阅，这样就会看到最新的影片。Pokemon Go！ 现在跟 Megan 还有妹妹在一起。Hi Megan。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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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嗨，妹妹。啊，干嘛？嗨，妹妹。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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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疯哦，妹妹你好疯，好疯。拜拜，拜拜你，走了，拜。祝贺谢 Megan， 嗨。大家想念 Megan 吗？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一边走路，一边孵蛋。一边去吃晚餐的地方，然后吃完晚餐就继续孵蛋，因为 Megan 其实也有一个10公里的蛋要孵出来，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我的8颗10公里的，但是加上可以看到 Megan 的1颗10公里，所以总共9颗10公里。我已经跟你们说我要孵9颗10公里的，结果真的有我的还有 Megan 的，谁的会比较稀有？我的还是他的，他只有一个，我有8个，所有都走4.9公里，所以其实这个5公里差不多要孵出来了。我们两个要孵出来的时候呢，是大概一样的时间，待会孵出来再见。OK， 刚好孵出5公里的，好，我希望是 Vulpix 或者 Magnemite 或者 Rhyhorn， 因为这个我需要他们的糖果来进化。CP 很高，其实是 CP 很高，529。Certainly caught my attention. OK， 没关系，那现在走去吃晚餐的地方。Let's go。好，晚餐吃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每月一日160。Let's go。OK， 刚刚吃完晚餐。晚餐。然后现在看看到底要走多远，孵蛋的部分6.1公里，然后刚刚拿到一个5公里的，所以他们都会同时孵出来，剩下3.9公里，很快了很快了。他7.1，所以他只有2.9公里。待会呢孵蛋的时候我要放一个幸运蛋，因为十公里的会给你更多经验值，然后呢因为有幸运蛋我也会进化很多很多 Pokemon。还是先吃个甜点。You say you want dessert? Maybe. 好吧，反正散步走路 ，Let's go。好，找到甜点了。Megan， 刚好要庆祝万圣节，所以买了糖果。好，我们现在要走去国父纪念馆。孵蛋呢，7.7公里，所以差不多了。Megan 那个好像。他8.7，我们进来国父纪念馆，然后现在看看旁边其实没有太多东西，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Oh my god， 好暗，但是还是有樱花在这里。但先给你看我最喜欢台北的一个建筑物吗？我不知道这叫什么，但是这个。Sure。好久。OK。Hunter。
现在孵蛋的部分我有 8.9， Megan 的 9.92， 所以差不多我们就走到那边它就可以孵出来，然后我的在1公里。 Oh my gosh， 我们刚刚还没走很远，但是这个 Magmar 1212，所以我需要两只手。 OK， 我现在旁边看到一个 Magmar 1212，这个是好像在我记忆中最厉害的 Magmar，因为我好像没有见过超过1000吧。先喂一个美果，然后哦 ，Ultra Ball 不用，我看一下，啊 ，Great Ball 就好了。Excellent throw， 第一次就 Excellent throw，Come on， 一个，两个，啊，没有，我觉得我用个 Ultra Ball 好了。OK，Great throw，Come on， 一个，两个，三个，我的，超过1000的 Magmar Karate Chop Flamethrower。至少 Karate Chop 它可以打那个卡比兽。 OK， 我看一下 Appraise IB 不好，但是没关系，它是超过1000的。对，它是我最强的 Magmar， 我之前最高的 Magmar 只有998，所以超过1000的 Magmar Nice 9.94。 Ready? Let's go。 OK， 时间到了。 M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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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Sonic, either of those. Come on, I don't have either. Come onNo! I already have. Oh no, Megan, 你已经有 jinx 了。I already have. 这十公里的不太好。It's okay, it's okay. 我这里的话，9公里，在1公里就可以孵出来了。OK, 好，我们现在走到新义威秀这个地方，然后呢，现在其实看孵蛋的部分已经有9.8公里，快要孵出来，所以我先立刻放个幸运蛋。It's happening. OK, OK, OK.找一下好的灯光，我现在蹲下来，第一个10公里的 ，OK OK OK， 成龙卡比兽，啊 ，Eevee， 其实 Eevee OK， 你知道我喜欢 Eevee， 32个糖果 ，Wonder Attack，Nice Nice OK， 第一个 OK， 第二个10公里的成龙卡比兽，成龙卡比兽，啊 ，Kabuto， 哎，其实64个糖果，我可以进化它，我可以进化它了，来继续继续。好，第三个，第三个10公里的 ，Omanyte 我没有，我好像没有。Omanyte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Nice， 哦、oh, ，32个糖果、，Wonder，Nice， 当然当然，好，第四个 ，Hitmonchan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Why did you get all of them？ Hitmonchan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哦、oh, ，这个灯光好奇怪，改一个地方，这个好像第四个 ，Rock Smash Ice Punch。Wonder Rock Smash 可以打败卡比兽 ，Ice Punch 可以打败快龙。第五个 ，Oh Chansey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Chansey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看一下 Wonder。Wonder， I'm so jealous。第六个，又个 Chansey， OK 啦 ，OK 啦，但是我想要不一样的啊。哦，这5公里的 ，Starry， 哎 ，Starry 不好。第七个。Please, please, 成龙卡比兽啊 ，Omanyte, I mean 那个 Kabuto， 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Please, please， 最后一个我不管，卡比兽或成龙有的话我就 ，Come on,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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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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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啊 ，Twinsies， 各位大家，总共9颗10公里的，一个卡比兽，一个成龙，连一个迷你龙都没有，没关系，那。现在还有剩下22分钟，现在要进化，先进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4号公园抓很多很多 Machop Machoke，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好，立刻 Machamp 的话呢，因为它是 Fighting， 我希望它两个技能都是 Fighting， 这样的话比较好，可以打卡比兽。 Machamp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OK come on、yeah! 最好的技能 Yes Yes Oh OKOK, OK, 刚刚没有成龙，没有卡比兽，没关系，没有没关系。这个 Machamp 1442 ，Yes, Yes, Yes, Mankey, I'm so happy. That Machamp makes me so happy. Primate, 我忘记他最好技能是什么。Primate,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Low kick, nice up. 不好不好，这个活动超多喵喵，所以可以进化它到 Persian. Persian, 喵。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Scratch, Night Slash, 好像。其实我不太确定他技能什么时候的。这个稀有的 IV 不是那么好，但是因为我只有他一个稀有，然后我想要进化，因为想要拿经验值，所以反正没关系，进化吧。Dugong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Ice Shard Ice Wind 啊、oh, ，差不多差不多，两个都是 Ice 是很好，但是我想要 Blizzard， 所以现在
留给我们这位 Shelter， 希望有 Blizzard Plurister，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 I shard icy wind， 又没有 Blizzard， 没关系，两个都是 ice， 它 CP 好低，这两个没关系，慢慢来。这个我还没有，我有很多塔糖果，只是我还没有进化。好像上次我进化，我忘记进化它了。如果你们还没有看我上次的影片进化的话呢，这里会有连接。Venomoth，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这个我也没有，超多，今天超多新的 Pokemon。Electrode，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896 ，Spark Thunderbolt，Nice， 这个技能好。好像这个也还是没有。Wigglytuff， 我要 Pound， 还有好像 Dazzling Gleam 还是 Moonblast， 忘记了。Wigglytuff，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啊 ，Faint Attack， 没关系，慢慢来。还有这个，因为上次在南寮渔港已经抓到 Golem， Graveler，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So ugly。好，这个超级多糖果，只是我又忘记了。这个的话 ，Razor Leaf 跟 Solar Beam， 希望。Vileplume， 欢迎来到我的 Pokédex。Come on， Razor Leaf Moonblast。其实还 OK， 因为这样的话。Moonblast 可以打败那个快龙，所以它还是可以用。那现在进化一些，上次有进化，但是技能不好。我们的 Growlithe， 我希望 ，please Fire Blast， Come on， Fire Bang Fire Blast， Yes， 最好的技能1665 Yes， 上个礼拜进化它。技能也是不好的，但是现在希望技能很好的。我要的就是 Pound 跟 Moonblast， Zen Headbutt Dazzling Gleam， 好像又是一样的不好。没关系， Clefairy 比较好找，所以慢慢来。我要进化 Bulbasaur 到 Venusaur。那当然 ，Bulbasaur 的话，我三个都已经有，只是我希望这个 Venusaur CP 又高，然后技能又好。我不确定它 CP 好不好，然后技能 Solar Beam， A Violent Petal Wizard。这个还好，好像这个是第二最好的技能，然后 CP 还不错，1427 ，Yeah， 这个好，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好 lucky。这个可能你们觉得是普通而已，但是它的 IV 是完美的 IV。我希望 Wing Attack Hurricane 这个是它最好的技能，如果是很好的话，那就这个太厉害了。Please。Oh, yes! Oh my god, yes! 完美 Wing Attack Hurricane, yes! 大家各位，这个 Pokemon 会是我第一个 Pokemon 我愿意 Power Up， 其实我星辰超级多，32万，所以第一次 Power Up， 那 Pidgey 的糖果我够，已经超过1400，还是说可以超过1500？其实我刚刚才想起，我待会再 Power Up， 因为我幸运蛋还剩下8分钟，然后刚刚经验值28000，这个进化完我一定可以到达训练师 level 25。那我接下来进化的话呢，这相机要过热，所以待会回来给你们看一下。刚刚进化完，然后幸运蛋也用完了。那看一下刚刚进化的东西，我觉得值得看的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就是很多 Ghastly， 那进化很多 Gengar， 但是这个 Gengar 是最好的技能 Shadow Claw Shadow Ball。所以意思说这个 Gengar 可以打败 Executor， 因为 Executor 是 Psychic。 当然我最开心的这个 Pidgeot 好像可以差不多1600最高吗？对，最高了。好， Pidgeot 最高就是1583 Perfect IV 最好的技能，超开心，这个超棒。这个 Raticate Quick Attack Hyper Beam 它好棒哦。另外一个这个 Tentacruel， 它的技能里面它有 Blizzard， 所以其实 Blizzard 很好，尤其是对快龙非常好。然后现在看看角色，我这个 Buddy 还剩下一个糖果就可以进化它到 Ninetales。 另外我的角色 level 25刚刚升级到 level 25，超级多物品，25之后呢就可以拿到 Max Potion。 所以今天进化超级多 Pokemon， 然后敷超级多 Pokemon， 只是今天的10公里但失败了。但是这意思是说要继续累积更多10公里的蛋，继续孵出来，继续给你们看，所以没关系，慢慢来。那我知道上次的影片说我要教你们怎么看 IV 跟技能，但是因为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时间拍 IV 跟技能的东西。但是现在接下来应该下一个或下下一个或下下下一个，我还不确定，反正之后的影片
一定会有 IV 跟技能。所以大家如果在等那个影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很快就会带给你们看。那今天当然感谢我们的 Megan 一起走路孵蛋出来。当然今天还是有 question， 这一次万圣节活动你们最喜欢什么，为什么，以下留言。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我知道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因为我今天也是很喜欢今天的影片，那就记得按赞，还是喜欢，是按赞还是喜欢，记得订阅，这样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 Pokemon Stop。 哦，你们还在看我们刚刚拍完，现在准备要看电影，要看这一部。 Yes， 我很喜欢他，他演戏非常棒，到时候告诉你们好不好看。完美完美完美 Wing Attack Hurricane， Yes。